好，我再进去烂一次。我刚刚的意思是说，好，我现在是在这个问，聊天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进去平板练习这个群组。我进来这个群组，我觉得这个群组哈，常常叮叮咚咚，我就来这里，有没有？一个箭头往下，点一下箭头往下。我现在已经关了，如果我要开的话，我就来这里按一下。这是叫你要开启提醒，你就点一下。现在已经开了，来，你现在传一个来看看。现在我已经开了，如果再按一下就是关哦，它刚好是相反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点这个意思是关掉哦。提醒开启声音关。我现在开启提醒，我把它按下去。现在是开了哦，这样是开，这样是关。哎，对，他有时候会不容易搞懂。这个群组也顺便讲，就是说哈，有时候你要邀请别人进来，也可以再请他来进来群组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先等一下跳去 FB 的。